很多人就是这里就是会很喜欢大胸部的女生，就是不管怎么样，大胸部是为主第一要求。对，我知道，其实你们国外喜欢的是屁股。对啊，你有胸部，但是你没有屁股，那就不用看。为什么你们那么喜欢屁股？为什么你要咽口水？应该是说，你要干的不是胸部。